随便卖也是白金，现场演唱靠对嘴配上一大堆舞群，哇嘞这样也可以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你以为E-R-R-E-E就是 R&B， 原本小人物的爱情被你们搞得好煽情，接受媒体采访时笑得虚情假意。Fuck that， 这年头只要脸蛋好看就可以当歌星，你会不会唱歌根本没有关系，我们会用万能的钱来打造你，宣传费用随便一砸就是千万新台币。究竟台湾的音乐出了什么问题？所谓多元化市场或是商业化经营，你领了金曲奖又代表你是老几？要我听你的音乐，我不如来听佛经，这样没内容的歌也能当作主打，这个水准要比20年前来得更差，还说潮流音乐已经开始国际化，让我们睁大双眼看乐坛闷死吧。徐怀钰 fuck， 蔡依林 suck，这样的音乐 motherfucking bullshit， 以你这样的形象你还能再红几年？金光党做这种音乐在骗钱，就让我来 rap 解开你的苍白，就让我来 rap 你把听众当白痴啊，就让我来 rap 哈哈有钱屌就大，就让我来 rap 来看乐坛闷死吧，就让我来 rap 解开你的苍白，就让我来 rap 你把听众当白痴啊，就让我来 rap 哈哈有钱屌就大，就让我来 rap 来看乐坛闷死吧。新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哥哥拼成七，但是唱出来的歌却都千篇一律，怎么唱来唱去也唱不出什么东西，我听不到来自周围真实的声音，为了打歌亮相还要牺牲自我，任人捉弄又吃又贵又苦像个小丑，任人摆布像是被操纵的木偶，你没有感觉吗？还是你说不出口？这个游戏就留给你自己去玩，这个乐坛砸钱就好比扔鸡蛋，我不爽台湾乐坛只有一个字烂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拿着麦克风站在这个舞台，一只疯狗现在也要出唱片，你要被我电还怕没有时间？ Hip Hop 就是我的刀，饶舌就是我的剑，我顶着 Underground 的一股力量到处撒野，既然巴拉的数量无法适可而止，麦克风就是我的水果刀，我铲除巴拉种子，如果你也是 Hip Hop 的一份子，让我看你举起右手比出中指，就让我来 rap 解开你的苍疤，就让我来 rap 你把听众当白痴啊，就让我来 rap 哈哈有钱屌就大，就让我来 rap 来看乐坛闷死吧，就让我来 rap 带领你作战，就让我来 rap 歌词就是原子弹，就让我来 rap 你敢不敢来玩，就让我来 rap 自己回家想想看，到处有媒体记者穷追不舍拿着摄影机，他们啥也不敢只为一些鸟问题，挖人隐私发现秘密这是他们最高兴，再把责任推给未满足大众的偷窥欲，简直狗屁，这是什么道理，根本不负责任，到底谁该反省？你又有批判又有原则又有个性，但是媒体一声命令随时就能封杀你，每次小题大做就是现在的新闻局，一堆无能的官员他们智商又低，满街倒玩 CD 啊，没有关系啦，多唱两句甘宁老师这首歌进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虾米，你说为了维护社会善良的风气， Motherfucker 好伟大的使命，但是我 MC Hot Dog 根本懒得屌你，就让我来 rap 解开你的苍疤，就让我来 rap 你把听众当白痴啊，就让我来 rap 哈哈有钱屌就大，就让我来 rap 来看乐坛闷死吧，就让我来 rap 解开你的苍疤，就让我来 rap 你把听众当白痴啊，就让我来 rap 哈哈有钱屌就大，就让我来 rap 来看乐坛闷死吧。